大家好，我是 Ivan， 今天我就去 introduce 这个 Brawl Stars 的 Season 2了。 Season 2的主题就是 Summer of Monsters， 那个 Season 都会 last 大概两个月左右。首先看看 Brawl Plus 有什么的奖励。首先第一个就是 Super Ranger Brock， 就是一个新的 skin。 其实这个 Season 都会围绕着一些 Monster， 就会有一只新的 Brawler， 就是叫做这个 Search。咁我陣間就會有啲 gameplay 去俾你睇嘅，咁呢度有啲 search 嘅片啦，咁到最尾咧 tier 70咧就會有個新嘅 search 嘅 skin 啦。咁我應該呢個 season 就冇機會去 unlock 啦，因為我而家得39個 gems， 咁個 brawl pass 咧都要至少169。咁咧頭先都提到 search 係一隻新嘅 brawler 啦，咁佢嗰個應該是 Brawl Pass 第二隻的 Chromatic Brawler， 那現在就來試一下。其實它的 gameplay 是有點像 Gen 的，你看到它這裡啦，射出去然後會再散出去。你看到旁邊你會看到那個 HP bar 旁邊有一個黃色箭嘴，黃色箭嘴你可以當是 level 0，然後 super 的時候呢你會看到 Super 有個黃色圓圈，它會跳上來然後再踩下去，踩下去那一刻 會有旁邊會有 damage。 你看到現在這個就是叫做 Level 1，應該個 Level 0和 Level 1的改變就是可能個 range 會比較長一點。你看到其實都很容易拿到這個 Super，跟住其實呢一個 super 就唔會 damage 個 wall 嘅 ，grass 啊同埋 wall 都唔會 damage 嘅。而家就係 level 3咯，咁你見到而家個 range 咧係長好多嘅。啊 ，sorry， 呢個係 level 2。咁呢只 brawler 咧最準咧可以去到 level 3嘅。係啦，呢一個就係 level 3啦。咁佢嗰個你會見到成隻嘢咧都會有改變嘅，佢揸住係一把槍啦。咁同埋其實你會見到 level 3好大嘅改變咧，佢嗰個中咗目標之後嗰個叫做散開嗰個位咧，係有六個 beam 嘅。本身應該 level 1 level 2咧應該係淨係得三個 beam 嘅啫，兩三個唔係好記得。總之而家就係勁好多咯，容易咗去 hit 一啲 target 啦。咁我就去上面 show 俾你睇下。啊，你見到殺呢啲嘢咧都係幾快嘅。咁當你去到 level 3咧，佢就唔會再 upbreak 噶啦，咁淨係會 deal damage 喺個圓圈嗰度嘅啫。咁就仲有啲咩新嘢咧？有一種新嘢咧，就係嗰個 skin 啊。個 Brawl Star 咧就話，如果你錢係多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買一個叫 Silver Skin 同埋 Gold Skin。咁我就暫時未知道係 cost 幾多嘅，我自己就未有啦。我都唔知應該點買。咁不過就我見到有啲 YouTuber 係咯買咗嗰只 Brawler 嘅 Gold Skin 啦。咁我自己就會覺得我會 prefer 去買其他 skin 啦，其他 skin 比較好睇啦。Golden skin 好似成隻 brawler 有咗金色，有咗顏色咁樣，好似有啲核突。坦白講，咁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個 crow 啦 ，crow 好似嗰個樣咧，好似有啲改變。佢個頭髮好似有啲飛起咗啦，佢隻眼多咗一個三角形啦，同埋佢呢一度咧就會俾個讚啊，同埋我覺得佢件衫好似都有啲改變，藍色嘅拉鍊衫。咁咧，我之前應該我記得上一個 season 啦，我可以俾你睇下上一個 season， 我係去到 tier 60嘅，
咁同埋我都攞過幾次嘅 Big Box 啦。咁我暫時就唔知呢啲 pin 咧係攞咗可以喺邊度用，即係就咁應該要同 friend 玩嘅時候先至可以，係咪先至可以用咧？啊，仲有一樣都幾新嘅嘢，咁啊順便 show 埋俾你睇啦。咁就係呢一個，當我去打呢個 battle 嘅時候啦，咁就側邊咧，你就有得係去叫做 show 個 emoji，好似 supercell 咁樣啦，你就可以 show 一個開心樣、嬲樣同埋呢一個喊樣嘅。咁右下角嗰個啦，右下角嗰個就係每一隻 brawler 咧都會有唔同嘅，叫做唔同嘅 emoji 咯。咁你如果你唔中意睇到啲 emoji 咧，你都可以 mute 咗佢嘅。咁大概呢一個咧就係今個 season 2有啲新嘅呢啲 features 咯。咁中意呢條片，俾翻個 like 同埋下 subscribe，記得留意我下一條嘅應該係2個月之後啦，嗰個 Brawl Star 嘅片啦，同埋之後都會有一啲 Clash Royale 嘅 challenge，同埋呢一個嘅 Precipice 咯 Weekly Objective，咁啊記得留意啦，咁就下次再見，拜拜。